帮爸爸的忙呢？他跑去冰箱拿鸡蛋。好，开始听。一道积木叠了一跤，妈妈浇花，明明想帮妈妈的忙，他跑去提水桶。哇，明明撞到大鸭子，摔了一跤。怎么？不行就换别片啊。妈妈说，送玩具回家，妮妮才不会叠胶。妈妈陪妮妮收拾玩具，妈妈给妮妮一块小地毯，那是妮妮游戏的家。妮妮一次只玩一种玩具。他学会送玩具回家，妈妈打果汁给妮妮喝，妮妮帮妈妈端来一大盘水果，妈妈高兴地拍拍手，妈妈请妮妮拿果汁给爸爸。求妮妮坐马桶。有一天
好像马狗。我尿出来了，妈妈为米米欢呼鼓掌。现在米米会在马桶上小便，而且他最喜欢听妈妈念小便的故事。等你听完了，好，继续。看小太阳。好啊，听完我们就看小太阳。
是什么？谁在外面？谁在外面？小鸟。小鸟啊。快听完了，嗯，啊，不是要看小太阳。哇，自己说好棒。好啊，老师拜拜。